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我又回来啦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大众占卜视频。今天哦，我们就组团来做一次摄像头小分队偷窥啊，不是，我想一个好一点的词儿，了解一下你那老哥最近的情感生活啊，这个就不错。这有没有什么新桃花啊？是不是想你想肝肠寸断呐、啊？是不是过得没你好啊之类的啊？从现在开始哦，那种什么幸灾乐祸啊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情就可以开始酝酿起来了哈。那我们就开始选牌。今天呢还是有三组，因为杨某今天睡醒之后没有什么创作灵感啊，就给大家临摹了几个派大星啊。毕竟粉红色的小生命，大家谁不爱呢？当怎么样，姐妹们？哇，洋洋洋洋，你画的画真超级棒哎！一看就是派大星了，真超级栩栩如生哎！人家真超爱你的画的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我都懂，大家不要激动嘛。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组这个名字叫。星星告白啊，因为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小星星嘛，杨某起名字从来就是非常严谨的。第二组这个就叫星星丧丧子啊，你们看他这个表情是不是很有那种厌世的感觉、啊、对不对？第三组这个就叫就叫星星激动嘛，大家根据牌选或者根据画选都是可以的。那就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，深呼吸，放轻松，遵从你的第一直觉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组吧。